没想到我郑慎许竟然落到这种地步，都怪王可那小子，他竟然是个邪魔卧底。少主，我们每次找王可都会碰上倒霉事，是不是他八字太硬，克我们呀？现在后悔也晚了，我们马上就要成为邪魔的口粮了。大会还没开始，就已经要下口了吗？ 怎么回事？看在同为正道的份上，这次先救你一回。幽月，幽月，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法宝。 只要擅自动了被绑的人，那外面的人就立刻会发现了。快，趁赵尚旭还没过来，咱们快走。王可，可算逮到你了，居然还送了我这么多诛魔功德。上次欠的账就算抵消一部分利息吧。赵尚旭。 既然你都拿到功德了，我们赢获两讫，不如就放我们走吧。放你走？你是在做梦吧？你害我遭受奇耻大辱。我郑神旭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？你躲在天狼宗，我拿你没办法。今天好不容易逮到了你，我要你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？要算账以后还有机会。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离开说的倒是轻巧，今天你要离开这里，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。 张神旭，别太任性，不就是拿了你几件东西吗？还你就是。哼，还想再来这套？张神旭，不要逼人太甚。来来回回就这么几招，王可，你怎么没有一点长进？哼，好快！今天新账老账一起算，王可，你在劫难逃呀。 别吃心妄想了，那个小子根本就没胆子回来。什么客？他动我的相思珠在一起，他真的来了。别吃心妄想了，那个小子根本就没胆子回来。再说了，我聂家大院固若金汤，就是一只苍蝇要飞进来，我要问问我聂天霸到底在哪里。有叛徒！是谁？是谁打开了门栓？ 幽月公主，想不到吧？这才几个月呀，你又被关起来了。聂天霸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要不是有魔教的朱红衣帮你，我早把你打趴下了。哼，我不是得意的太早，我是得意的太迟了。我现在才知道诛仙阵真的有诛仙庇佑，早知如此，我哪里会被王可这小子骗得几乎倾家荡产？给魔教做事，不会有好结果。 魔教有怎样？只有脱离了凡事，修为才能扫除障碍，突飞猛进。到时我会找到王可，让他知道得罪我聂天霸会是什么下场。你在做梦吧？上次你侥幸逃过一命，还敢再去找他？他只要敢出现在我面前，老子保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过，诛仙赐我的这把飞剑还没开过荤。 他要是来的话，正好拿他寄我的宝贝飞剑。<笑>怎么回事？我听到了鞭子声。青仙子，王上最近一直让我等远离寝宫，有人误闯还会被杀头。我们最近都死了好几个弟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真是乱来。<笑>
好险，差点没命。楚燕在干嘛？回仙子，王上说不太方便，王上现在没法脱身，见不了仙子您。是啊，仙子，您还是等王上忙完了再。朱家的后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不孝子孙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说，这手串是朱仙镇的聂天霸派人给我送来的。聂天霸？来的是他的家仆，只说聂天霸也是受人所托，说这手串能遮掩魔气，其他一概不知。朱红衣抓了幽月，为什么要交给聂天霸呢？等我恢复了功力，只要你好看。我靠，今日你把我毒打一顿也算是两清了吧。我靠，很多事其实我也是身不由己的。别走，留下命来。邪魔大胆，竟敢在清京城下公然行凶。谁让你们正道弟子的精元是我们魔族的大补之物，快快受死吧。小心背后。多谢相救，快走，这里魔物聚集，不宜久留。怎么还以为得救了是吗？亲王殿下，您每次都来这么一出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我就喜欢看他们那种遭到背叛的表情。别玩了好吧。不好，是青仙子。